不准说，不知道。再问你一遍，我为什么打你？我记住你了。好，记住，我是老三，是好人，你是坏人，所以打你。我小心点，告诉你，你让我记住，就记住你，你给我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别落我们手里去。话说慢点，还敢不敢？干你！ 老三最坏人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有一种力量，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。 那就是我。牛逼！我曾是一名海军战士，一名光荣的潜艇兵。 就你这么不合群，将来退了役，到社会上咋办？政委，你退役之后想干什么？我呀，当个武术教练，教教小孩子，或者开个书店什么的。你呢？我想当一辈子兵。我们是在我入伍前的一次游泳比赛中认识的，他叫小草。 其实我缺点挺多的，你别老说我好。我说你性格好，谁没点缺点？陪我走走吧。不行，我得走了，还有训练任务。政委只给我一小时的假。没想到那天的训练会出意外，当时一名战友溺水了。
我第一个跳下去救他。后来的事，我记不清了。都没有生命危险了，这两个兵的体质还不错。但是救人的这个兵，因为溺水时间太长了，严重缺氧对大脑造成的损害比较大，对以后这方面可能会有影响。什么方面？智力。那些天，我知道了真正的爱情，也开始喜欢上了白开水。出院后，政委给我主持了退伍仪式，他还让战友们送我一程。你是个好兵。到到，向后转，正步走。政委说过，作为一名战士，身体要像潜艇一样强壮，拳头要像鱼雷一样又准又狠。任何敌舰只要遭到老三的重击，就会失去上浮能力，失事沉没。军旗军旗在肩上飘呀飘，心儿心儿在胸中飘呀飘，在里里飘带铮铮军帽，妈妈我们远航归来了。由香港飞来本站的 MU 大姐，姐夫，今日我发达啦！大生意细声讲，教你咁多钱都唔识。对不起。教下你细佬啦，话剧都系咁。三，到。昨天你手抖什么？紧张。笨蛋。想当年，岳飞面对千军万马，包政委，我不是岳飞，我是老三。要多喝水，多喝水。记住，做坚强的人，做高尚的人。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，做有益于人民的人。赵姨好。好，你妈在家吗？在。立正，向右转。今天上午，那小子招了，打中你那一枪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咱俩又想一块儿去了，其余的都归案了，就差这一个。放心吧，哥们儿，他跑不了。可惜，以后咱俩不能在一起练拳了。
大家跟我一起做，用手堵住耳朵眼儿，长吸一口气。我们这儿有规定，不准抽烟啊，不许抽烟。为什么不准？有规定。抽烟怎么了？不好。不抽难受怎么办？多喝水对身体好，抽烟嗯不好。你有毛病。啊，一看就是行家，这是宋代官窑的东西。宋代，嗯，太精细了吧？你看哪代就哪代，给个价。呀，对不住，叫你久等了。来，看看吧。啊，看看货。不用。哎，还是大老板吧。我知道你是有规矩。咱都有规矩。您好，我现在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，请在滴的一声后给我留言，谢谢。喂，我是老三。今天我重来啊。喂，我是老三，今天我有件事儿。果然是假的，不过包装做得不错。没机会用的了。你成日都是这样说，那做事有意外的嘛，应该要用就要用。最狼的人是不用用枪的。小草现在做了健身教练，每次想到他，我就很踏实。我坚信，我们一定能白头到老，就像潜艇离不开大海一样。这小子枪不离身，从打副队长那枪来看，有点身手。今天早上在台东出现了。队长，你看我。我来会会他。知道我最想会会谁吗？世南那小子。你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小子比你打得快，跑得更快。哎，你说这见义勇为是光荣的事儿吧？为什么他每打完一次就跑？什么意思呀？我是担心他有一天会吃亏。其实我做的对吗？我觉得对。游泳馆只说让我休息一段，休息一段，也没说让我辞职。说，我以后不打架了。说不说呀？我不能对你撒谎。我向小草保证过要诚实，因为政委说过，谎言会让人迷失方向。不要！
滴水。咱们一年吗？你觉得咱们两个合适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。给你的。完美，啲法国人保存得真系好。真系以前啲将军用过噶。佢点知啫？你信系咪啊？一条咁嘅废铁，啊几百年前俾个死人用过，就咁值钱，真系荒谬。你啲银包多两个英文字，就贵过其他银包十几廿倍啦，荒唔荒谬？咁我哋做完呢单嘢，还翻你加拿大好啦。做完呢单嘢，加拿大可以买个岛都得啦。咁喺个岛上面做咩都得啦。你话点就点啦，锡晒你。阿姨，你听晒我啊！好。那帮人教小孩做小偷，据说没人敢惹。我跟了好几天，才堵着他。没下狠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答应直接把小孩送回家。骗人！我没有。我是说呀，那帮人呐是骗你的。不会。他还说要把那个小男孩送去上学，他向我保证。你赵阿姨说的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她说你呀踢的人家呀，把刚吃的面条都吐出来了。赵阿姨说书呢。你再这么下去啊，非出大事不可，往后啊不准再打人了哈。我是军人。哟，你现在不是了。随时随地保卫祖国，保卫人民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抓坏人有警察呢。妈妈每次都这么说，她哪里知道，打倒坏人是多么快乐。就像潜艇光荣完成任务后，胜利返航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由于运输拖延的原因，原定在今天发布会现场为您展示的力拳枪真品尚未运到。在此我代表筹委会向大家说一声非常抱歉，不过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们会准时展出，大家一定会大饱眼福。这次力拳枪从法国运来的展览活动只有一天时间，一天。
Je voudrais vous dire tout d'abord que Yuefei est pour moi un héros et que j'ai pour lui une très grande estime.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才能使一个平凡的人，经过千锤百炼，成为一个真正的、无所畏惧的战士。战士，你的武器是什么？枪。什么型号？红缨枪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叫笑笑，是馆长的外孙。在博物馆里，我们有很多秘密。携带身高不超过1.1米的儿童一人，超过的人数不凭儿童票。在家别闯祸啊！伤残军人称，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伤残军人证。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走，办正事儿去。对不起，这个事吧。您看，于主任，我今天马上就要上船了，您是不是就试用他几天？我考虑。我可着落你呢，你马票加了。你认错人了。怎么叫混蛋了是吧？还我钱！再告诉你说一遍，你认错人了，滚！走！你们卖假票，还欺负人！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香关关，关关，走你！Thank you.
那个打人的长什么样啊？长得很好。慢点，慢点。你说。我看过了，刚过来的，啥都没看见。啥都没看见。你怎么没看见？胡说八道，就是为你打的架。猜我找到谁了？那不是我要的。哎，啊，我今天晚上回不去，这有任务，回头我打给你。这小子真行。政委说过，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，不过为正义而战斗，流血也是值得的。负伤了？光荣负伤。你的战绩可是14战全胜，今天算平了吧？今天如果没人帮你，就惨了。就这点事儿，没影响战斗力。傻呀你！别指望别人帮你，别人不帮也要打。是。吴先生，哎，谁呀？您是？啊！嗯。吴先生，委屈你了。你们要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们不要钱，也不要命，只要那根枪。什么枪啊？你说什么枪？地权枪。枪到了吗？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
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以兵器见武者精神，扛兵器的繁荣只在宋朝。你不累吗？岳家枪又称立传神枪，传说中神农所变。你不像王府，你也不像希望活着回家。我知道，即使你们拿到岳家枪，也不会让我活着回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有规矩的。我凭什么信你啊？卢先生失踪的事儿，最大的嫌疑是新闻发布会上那几个人。车载档案我刚去查了一下，车牌是假的。对，套牌。我感觉这事儿不简单，会不会和这次展览有关？笑笑听不见我的声音，但他喜欢看我战斗。他是我的教练和情报员，但他从来都不表扬我。是有规矩的啊。了解，了解。击沉了吧？咱俩昨晚那事儿没被你老公发现吧？高手，高手。嗯，拜拜。代表人民，今儿他妈弄死你！再教育你们一次。
该不该打你？该。我明天就送小孩去上学。有一种力量，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，那就是我。昨天在那儿，但是我不能保证今天转移了没有。喂，多啲睇下后边，睇清楚睇下有冇人。爹。好像在故意兜圈子。保持距离。放心吧，应该没问题。应该就是这样啦。慢点。姐夫，我听你讲啊。使唔使我喐佢？枪唔喺嗰度。水兵最幸福的时刻，是和战友一起站在甲板上，看着家越来越近。现在，红缨枪是我的战友，小草就像是我的家。为什么你总是在晚上有电话？你总喜欢在高兴的时候故意吵架吗？你还没回答我。电话可以有很多种，老板、同事、朋友。有人追你吗？有，但是我已经拒绝了。满意了吗？嗯，别骗我。你也别骗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承认，我今天。出门了，回来了啊！
站住！站住！跑得了吗？我没跑，我没跑。知道撞人了吗？喝了吧，都喝了吧，老小东西，老子，我拿你信吗？我信。住手！住手！干嘛呢？谁撞人？就是他，他打人。我没打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。我告诉你，要再来劲，我抽你丫的！别闹了，你们俩下这儿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老赵，什么老赵啊？来下这儿，喝。知道吧，这两拳替我哥们儿打的。才有回报。陪我上楼吧。什么大事？就是韧带有点伤，幸亏当时车速不太快。拖鞋。本来今天是想说明天让你去面试个工作的事儿，结果你一上来就问这问那的，讨厌。水壶硌着我了，疼不疼？洗澡去。经理，王涛同志，鉴于你今天勇斗偷包贼的行为，我代表支队、政治部。授予你见义勇为勋章。
谢政委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没有消灭酒后开车的敌人，还要继续努力。是。知道，拿出真本事给他们看。好，晚上老地方见。锻炼身体的反应能力，而且你教什么呢？锻炼很多这个实战技巧。宋朝武术，我研究过跆拳道。宋朝要精通这个中国。宋朝武术讲究实用，宁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出手重点，也不要不够，打折不死。反被蛇咬，太难看了。你打我。高总，要不要我去叫救护车？不用。哎，你们别拍了。刚才他要是反抗，我还有一招，非死即残。你刚才打的是坏人吗？不是为什么一说不来，哈喽，我是木秋 ，excuse me， 蒋队蒋队，发现手机方位 ，Maxi， bonne chance， au revoir。我说我办了点私事，非常抱歉，那个老外说展览照常举行。但是没说枪在哪儿。展览那天才放了。凭什么呀？你不说现在就放我吗？小队，信号没了。知道了，我跟着呢。需要我们增援吗？等我的命令。撞死我了！哎呀，我的腿啊！嘿，你撞人了？怎么开的车呀？撞死我了呀！这路这么窄，你们开这么快干嘛呀？撞人，看见人撞的。他撞人，你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可不看见了吗？就是你的不对了，知道吗？吴侯爷，嘿，别嚷嚷！嘿，你撞了人了，你有理是不是？懂不懂交通法规啊？啊，老叔，老叔，我给你一点钱，让他去医院，好吧？这个大哥是明白人，对，人家见义勇为了，是不是？谁的车？这个啊，大哥，这个不一定够啊。不行，大哥，现在啊，医疗费这么贵，您啊最好亲自带他上医院看看去，是不是？我这人啊，就喜欢见义勇为。
哎，打人！打人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啊！老板，老板，这点钱不够，老板，老板！哎呦，我操！哎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操！别打了！你说你见义勇为？算了算了算了！住手！我是警察，站着别动。来拜佛道，还愿。还愿到我这儿来了，心不诚吧？香港人吗？是。在这儿有亲戚？对对，海军，在潜艇服役。在一次训练中，我抢救落水战友，我也溺水了。给我点水喝行吗？后来抢救过来后，我就提前退役了。因为大夫说我脑子，说我脑子常打架吗？我今天打的那帮人是骗子，我姐就被他们骗过。这帮坏人就是我的敌人，对待敌人就绝对不能手下留情。打坏人过当也触犯刑法，知道吗？你以为你把他头打破了，他就不去骗了？对，你是说我应该还把他膝盖打折，让他彻底死了心。对对，什么对？这样他跟别人就全都幸福了。你们家属呢？坏坏了！喂，刑警队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妈，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，明天也不回去了。最近我要出一趟差，一个月，也许一年。这段时间你要注意身体。甭说了，我以后不抢了。再说也抢不成了。我这儿来了俩新朋友，等会儿你跟他们说两句话。喂，保姆啊，啊，我叫阿龙。吃了，吃过了，他吃的很饱。没抢，没抢，我们在做小生意，你放心吧。到，收拾东西，出来。爸，别说了啊，我要上飞机了，大飞机。
是得恶果。我是战士，保卫人民的战士，我不是罪犯。刚才怎么了？没事的。小红，可能今生我们再也没机会了。我骗了你。我女朋友叫小草。小草，有趣的名字。如果有一天她骗你呢？不可能。别恨他。复原后，有一次和我妈回老家，知道这帮家伙专给生猪灌水，干违法的事儿，我就去找他们。打坏人，后来县里还给了我一个奖状，然后就上瘾了。我这次打的坏人被关在这里了，我也是坏人了。你是坏人之中的好人，我是好人之中的坏人。你是来干嘛的？找人。什么人？骗我的人。我最恨骗子。你要找到他，我帮你揍他。昨天的事儿你要吸取教训，你要是让他们骗了，那就太傻了，太傻了。你出门在外要多注意安全。这样吧，我教你几招。就是这小子，人不可貌相。吴先生有新消息吗？没有。放人。漂亮。你老跟着我干嘛？我你说过要帮我的，打骗子，我找到他。拜托。
骗子。王涛，到。首先表扬你，出色地完成了最后一次打击敌人的任务。谢政委。现在我命令你，将武器交给小草同志保管。是。抬天眼。来，干杯。送我嚟马道工程。说的对，要投入。我想好了，听小草的话，不打架了。不对，谈恋爱啊，不能太投入，一定不能太投入。你越投入，受的伤害就越大。嗯，高兴吗？今天高兴。今天我几点来接你？忙完了呗。他谁？什么？他是我男朋友。我是谁？松，松开。你这演的也挺好的哈、啊。你听我回头再跟你。松开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也是她男朋友啊？哎，你哪单位的？别跟他说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你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哎，有病吧？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月亮这么亮，就像潜艇的探照灯。
别恨我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咱俩并不合适。我曾经想过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我尽力了。你放心，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。希望你能够做成你想做的那个人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一个伟大的爱情结束了，一个伟大的战士复活了。加油，转！两三七艇战士向国旗敬军礼，敬礼。政委说过，只有退役的潜艇，没有退役的士兵。即使不穿军装，我也是保卫人民的战士。Je voudrais tout d'abord commencer par remercier honorable société d'être venue ici à Chisao dans ce lieu. 蒋队，昨天蹲守一夜，够辛苦的。你也是，真够笨的。今天我有种预感，目标肯定能出现。猎拳枪为我国宋朝爱国名将岳飞使用的兵器，由特殊的合金铸造而成，重量为27公斤，身长为225公分，浑厚圆润，枪头与枪身连接处为龙吐舌。非常感谢你，再见。江哥，报告最新情况，今天上午抓到一个嫌犯，交代他前几天卖了几把枪给那个香港人阿龙。老韩，别动！老实点！别动！警察！别动！拿大点！别动！行，为什么？走，你们弄错了吧？老四，抓错人了，抓错人了。还认识我吗？你是骗子！走。他骗我还是你骗我？猎拳枪本为枪中之王，又是民族英雄。哎，别慌，保护好现场，快叫救护车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是他骗我。Thank you.
这儿有暗门吗？ 你骗我！对，我骗你。 你把我变成坏人了。我没有把你变成坏人，你不是坏人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你让开。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，拿什么证明？王兴明，谢谢。嗯，这，哎，小哥，你伤得怎么样？ 他等不到你了。啊！我告诉你。 要一部车，你们别乱了，必须保证人质的安全。我要跟算了算的人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挺住！这次恐怕真是要跟我的战友去见面了。哎，打了！ 完了！哎，他枪在哪里？你不能进去！哎，对不起！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。这是毛主席说的。我不明白，这很复杂。 是老大吗？叫我老马吧。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。
我要一部防弹车，现在。我要知道里面人质的情况。还活着。到吗？你不要耍花招。去查查里边人的身份，有几个人质？是。又要什么？一九五十二件，还有大量的南宋的珍贵的兵器。我们不是开玩笑的。头盔，七百年前的头盔，你掟烂佢！我同你讲过几多次啊，你黐线人啊！姐夫啊，我哋嚟要支枪啫嘛，其他都废啦！你仲讲咩？喂，七唔该，咩都冇噶啦！对唔住，包括蒋队，一共六名人质。伤亡情况不明。阿龙、阿南，平时身份文武商人，之前都有黑帮背景，同伙还有四个人。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，但是我的条件是，你们不要再毁坏文物。好，行。还有，马上给我医生。马上。佢应该揾人质。局长，我可以化妆成医生进去。不，我要一名真正的医生。阿南，呢个医生先救个警察。你伤得好重喎、啊。警察伤得重过我，我唔想搞到嘢咁复杂。快啲啊！别骗我！想唔想我一枪打爆你个头啊？你不算很坏，还可以改。特制的电子大门，从里边关闭着手法打开的。我们可以把正门暗门同时炸开，然后强攻进去。不行，这样会伤害人质的。
你做乜嘢啊？唔好杀人啊！讲咗几多次啊？我唔杀佢，佢让我哋惊啊！而家都以为我哋杀咗人嘅，你杀佢做乜嘢啫？搞到件事越嚟越复杂。你有乜听晒我讲噶？你黐线啊嘛你！细佬，细佬，我代表两三机艇战士，消灭你们这帮坏人。他们现在杀人是不明智的，也可能是假枪。你在警察眼里是坏人，成不了英雄。这是强力催泪瓦斯，在这样封闭的环境内，正常人坚持不了多久，大约九十秒后里面的人就会失去反抗能力。我们再炸开正门冲进去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了，而等待是最坏的方法。好了好了，知道我为什么骗你吗？就是为了这根老枪。我老板让我。你骗过我，我不再相信你了。你们不要乱来，告诉我人质的情况，告诉我人质的情况。都活着，我可以考虑你的要求。你现在要马上释放人质。我投降了。给你们三十秒时间，打开大门，放下武器走出来。我没听错，我们没机会了。我们有人质啊，阿蓝，我们赢不到啊。你们听着，算了，我从来没输过。马上放下武器走出来。我也没输过。老三，十七次见义勇为，一瓶十六升。老三，别过来，时间到了，马上放下武器走出来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是无畏的战士，真的会开枪。你们是坏人中的坏人，帮你成为英雄吧。马上硬汉。我退役后不久，在回家探亲的长途车上，政委挺身而出，和抢劫团伙搏斗，身负重伤。后来他被追认为烈士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没能完成任务。再见，硬汉。
别开枪。那个骗我的人究竟是自杀的还是我杀了他，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时我的手抖了一下。总之，在这次与坏人的战斗中，老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。警察，谢谢。你小子好了以后请我喝酒啊。不喝，喝酒让人脑子迟钝。以后别总打架了，好好过日子。不行，我不能骗你，我改不了。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，报告政委，那就是我。小草可能没有错，忘了他就不恨他了。亲爱的你在哪里？
再次枯萎吧，那柔软的爱情剩下的不多了，怎样才能遇到你，遇到你微笑的模样，说和我一起，我的爱情在哪里，到底要怎样才能遇见我爱的你，也许在那个角落你会听到我的，我亲爱的你在哪里，这次我是真的，我亲爱的你在哪里。